几周案分析回来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斌，欢迎收看一斌解说大家国人视频。今天呢给大家来一期比较好玩的国罗象实盘，吴国罗象啊，太史慈周泰走起啊。想起周太史慈跟周泰，我太史慈我想起一个他一个台词就是大丈夫当其三十之戒，搞不世之机啊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志气的汉子啊，非常有志气的汉子，还是从那个孔融搞到一个太搞到一个孙策啊，孙策。结果在结果在赤壁之战之前，这太史慈直接跪啊，直接跪退出游戏了啊，退出游戏了。看来这个人也太搞基太多也不行是吧？你看陶丞相，陶丞相这些年就是人家是不敢搞基，人家搞人妻是吧？人家活的时间比较长，儿子生的也比较多啊，有一个班吧是吧？有一个班。啊，话说这个历史上他生育能力比较强的皇帝也不少啊，就是这个朱元璋、朱元璋跟康熙之类的啊，这个、儿子。跟儿子跟亲儿子排都能有一个班了，这可以怎么说，就可以搞一个班级了是吧？好吧，这闲话少扯啊，说一下这个这选项其实挺不错啊，太史慈加周泰这些我就能够小续报，而太史慈就是吴国的一个扫烟的太刀啊，扫烟太刀措施，所以说挺不错啊。对，首先感谢这位来自于2区-6区这位叫做乱世新豪的玩家听录像。他把主将排在前面啊，你是听从我的指导啊，听从党的教诲啊，把一个主将排在前面，也是放任那些比较坏的坏叔叔啊，就是喜欢看主将那些坏叔叔啊，看你开始策划会对于限制啊。然后看一下一号的主将啊，看一下主将没有行动，挂一个藤甲啊，自己武将挂藤甲，我是没有任何的意见的。主将没有把火攻拍出去，也是表示是我非常友善啊，兄弟，我是不会伤你的是吧？你们的你不会伤你的啊，但是我脾气暴，别暴躁，但是我留一张火杀是吧？看你不舒服再看你啊。啊，五号名字挺不错啊，庸人自矫，庸人自矫。我是一号人，我是我朋友，我这是我朋友，这个这个乱世新豪是我朋友，这个我是当时一个选择亮将啊，注重现在在别人的位置看，当时一个位置看自己的话，就用时光倒流的感觉啊。几号开完南门之后，我直接选择一个亮将啊，注重选择一个亮将。我觉得反正我就比较弱势是吧，蜀国先抢个手亮吧。看一号位怎么玩，再开完南门，我们双杀吧。这时候没必要掉血啊，前期是保持好状态是最好的，因为你状态不好的话很容易遭到别人的盲区啊。司马懿，因为这个祝融呢不只是一张牌，不只是一张 A 啊，如果仅仅是一张 A 的话他是不会这么鲁莽啊。第二张 A 我操，这二号藤甲真疼，真忍受拉头汗啊，这装备挂的真舒服啊。不过你挂藤甲，可以挂藤，有挂藤甲的话也未必是好事啊。那局游戏有一次游戏是一号位的袁绍满城亮将啊，二号位好像是一号位的这个孙尚香挂孙尚香干爹挂一身神装，这藤甲加一满是吧，青钢剑是吧，一手手牌逃的什么的。结果人袁绍人家双头爆将之后，亮将之后别人不搞啊，也没事啊，就告你就找你搞啊，结果把孙尚香直接弄走了，孙尚香当时就无语了，我心说你不按套理出牌是吧，这直接跪啊。司马懿回个刺客逃的过。我记得是当时他反馈一个祝融的一个南蛮啊，因为这个祝融就我玩的啊。六号也是直接过。孔融打算摆牌给谁呢？给我们。这孔融也是乱给啊。那其实的孔融呢，你也可以乱给啊，当然你要玩不要太过度啊，你很容易直接把自己玩死啊。其实可以用眼杀人嘛，不过你恐龙的话单挑比较弱势啊，所以说你前期的话适当玩耍一些还是可以的。制衡的手牌还不错啊，火杀，反正你离事儿是吧，烧一下你，省得你回来之后比较麻烦是吧。其实最怕的就是你刚上来他回来了，那就是比较悲剧，不过我们手牌不错啊。我去，司马懿怎么搞事儿啊？司马懿表示啊，哦，这个祝融肯定喜欢吸啊，这恐龙是没事儿。只要祝融不亮全将的话，这个恐龙肯定是。哎呦，又吕布出来了，吕布有点着急吧？吕布。过拆桥，拆一下，拆下雌雄剑啊！好，继续再杀一个司马懿。我觉得啊，你既然要搞司马懿的话，你拆司马懿好了，你为什么要砍要拆祝融呢？人家祝融刚才愿意给桃子怎么办？
你这明显的拉仇恨啊！下次注意点。本来人家众人是想看热闹的，是吧？你直接把别人拉住一个残局。哎呦，我的吕布，吕布配满庭，有点着急吧，朋友？夫君。如果有百莲弩的话，你可能直接把凤仪带走了。来貂蝉。哎，你这嘲讽高了，你这嘲讽高了，这群雄在场上肯定要搞你了。司马懿能不能挺住呢？哎呦，小身板就是挺不住的。看吕布这么猛，也是，交战几回合也是叫喊连连的，直接退下了。打不过。还不如女王呢，是吧？哎呦，甘夫人，两个女人也不怕，一个貂蝉，是吧？再说一些场下暗将，就是表示，比较的淡定啊，不亮，到死也不亮。第二南蛮开出来，也算是能压孔融一滴血，是一滴血啊，看能不能把刺儿带走。哎呦，许褚跟甄姬还能打，不过这个排将是有问题啊，应该是把甄姬排在前面，许褚排在右面。李信可能是网络状态不好，不过当时记得玩的时候是晚上，估计是学生党吧。不过有时候不明白，这个网速的话，玩三国杀就不太占网速吧？毕竟是大队蓝啊。天行道。太子直接选择一个亮将，直接选择一个，我们直接选择拼点，先砍一刀。你们不杀我杀是吧？几次逃得过。邹泰啊，流氓也表示我是流氓，我怕谁是吧？你离间我们都不怕是吧？179，再说我们。羡慕吧。这个孔融没选择离间。九，杀。这时候必须杀，不能杀群雄啊！虽然说，群雄现还有两个暗将，但是群雄必须搞。群雄现在状态还是有的啊，必须搞他一下。雷杀，继续砍，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啊！你这人弃牌过也是弃牌，也是你这么过啊？拼他一张牌，拼他一张杀。也是耗他一张牌啊。吕布配满城的话，满城也是开云量好一些。满城等于就挂一个建议满啊，就是给吕布加一匹马，西凉的雄狮嘛。貂蝉不选择看到这么勇猛的汉子，不选择给离间一下吗？是吧？府里先王。把牌又给一个，我觉得这牌的这个冰凉特嫩的话，你可以给出去，可以冰出去啊，用出去啊。剩下两个人都如果不是群雄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敌人是吧？这次冰水就行了。这白号也跳一个飞群，这两个应该不是群雄啊。这么说的话，这种情况下还不选择亮将是吧？过河拆桥，过河拆桥，反无懈掉啊。哎呦，这个反无懈掉，这两个暗将选择动手啊，继续在把一个有砍吕布啊。你既然要选择杀吕布，你应该拆吕布啊，你不该拆一个孔融啊。可能怕孔融有逃的吗？吕布也是趁早跪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控暗将了，就没有必要继续控孔融了。我们选择远远进攻一下这个孔融，也没错啊。这孔融是搞不出什么事啊，这杀暗将。其实这个二号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魏国举动。前面司马懿的时候他就给过一个逃的啊，当时我没说啊，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啊，继续看！哎呦，我的小感觉是吧？飞不爽，这二号动吧，兄弟，出来吧，没必要藏了，我们都知道你是谁了，还这么害羞了，没必要啊！怕貂蝉吗？你什么仇什么怨跟貂蝉，还怕貂蝉呢？有些人就比较羞涩啊，就是比较的害怕貂蝉，哎，不选择亮。顺向阳，我们这个祝融是顺了一下这个二号，因为他可能也是因为这时候可以控暗将，往死里控啊，不要留任何犹豫，控貂蝉没有任何的意义啊，不要以为那名将有多可怕、啊，这时候就控暗将，往死里控。这两个出来偷了一下，我们偷一下这个恐龙，先两个嘲讽。其实你可以选择不亮啊，不亮之后控一下暗将也可以啊，因为这个八号也不是什么国家，因为残局的时候对一俩仇恨啊。这个张辽你还不懂吗？纵然他们打过你，但你不要拉仇恨啊！以成天之道，以治人。这孔融是乱给牌啊！这个看着，这个果然把诸葛亮搞出来了啊！这孔融诸葛亮，好吧，诸葛亮我是醉啊！诸葛亮显得跟孔融，你恩恩仇报啊，兄弟，你这砍张辽啊你！决斗杀一下这个张辽直接跪啊！我们这甘夫人再砍一下这个张辽直接跪啊！
结果你逼的这个盖夫人只能去砍一个蟑螂了，这恐龙了。现在的恐龙选蟑螂继续拉仇恨，控一下这个蜀国。现在我们是不希望蜀国再走死掉，因为这个蜀国的话是会替我们打工的，扛火力的啊。诸葛亮不出来，逼被恐龙被祝融逼出来之后，反倒是嫌弃这个祝融，祝融怎么说呢？毛对楼上，哎，曹丕曹操走出来了，这时候也不怕貂蝉了是吧？继续砍一刀，就看到祝融能不能搜走这个恐龙了。拿来吧。祝融没放啊，这个可以是没逃的之类的，派这个九诸葛直接跪啊，直接跪。继续西来，两张南蛮，这个祝融两张南蛮，要搞两件事。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，不成问题。还有货，恐龙还有货，那也没用啊。曹公的一翻怒是吧，你还能顶得住吗？是吧？你这小命捏在人家手里啊。嗯，这时候顺手牵羊，顺来这个甘夫人的手牌，又天下底 K 牌 ，K 牌。双杀一下，压一他们血线。我们是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是吧？打谁都是打，是吧？没什么好怕的。乐不思蜀。祝融现在没有任何的选择啊，他没有任何的攻击，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啊，血线上不来，他也只能是干瞪眼啊。我们也不可能人品差到两区直接跪吧，是吧？那就不能上视频了，直接打脸啊！就是。没想到吧？这盘路线我们连个对手都没有啊！这个太史慈，又直接带走一个甘夫人，这甘夫人耍流氓是吧？耍流氓是感觉特别爽啊！边耍边摸手，耗他一张牌，反正我们是两区啊，直接骗他一张手牌，其实骗谁都骗什么都可以，反正是回合外直接是扔掉是吧？杀！张辽也是。现在我们跟藏辽的还不够，是五五开吧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啊，对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我们剁掉，我们只能是期待能摸到一个红沙之类的，一个 K 点一个红沙是吧？还不够，三区啊，三区，我们正常是七区杠八区是吧？七区杠八区，砍一刀。真的没想到，其实我们太曹操真要和跟我们打西游战的话，他也打不过我们啊。这盘录像呢，感谢各位来自于啊这个二区杠六区乱世信号在玩家提供录像啊，是我们工会的一位玩家啊，对我们工会也是非常的忠心耿耿。这盘录像呢打得还可以，就算一个小逆袭吧。自己和朋友那盘路人局，没有太多亮点，没有太多的失误，就算是一个平平淡的一个路人局啊。第二盘吴国。两盘五啊，其实上盘那盘录像算是一个，抛砖引玉啊。两盘五国录像都能凑起来，算是，那个二一天的五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录像。毕竟一个五国的话太过单调啊，太过，单薄是吧？首先看主角选项，一个肯定选出来一个孙尚香跟一个二张硕，这个组合非常是强势啊，比起甘宁赖更强一些。而且这个二张的话是五国打团战的一个利器。吕蒙又不要选，太不过白板了。虽然登台很，登台很不错，但是爆发更不错，是吧？哎呦，公妖姬，尊上相，九，杀。这个一号直接选择忙一下这个二号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反正他是离事儿了，不揍白不揍啊，揍了也白揍啊，都是这个心态是吧？反正打了之后还能，别人也是跟着打了之后是吧？但是叶文表示我砍两刀就行了是吧？但是你们再跟着砍，那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啊！没吃太重，那你们的不对啊。南阳连弩吧，不抢南蛮了。去南蛮的话，反倒会来到一些嘲讽。不抢南蛮了。其实我们是喜欢拿小野马，但是拿不掉是吧？拿不掉没办法。这个二号离线完回来一看，哎呦，你血了是吧？这不对啊，说兄弟，这怎么搞的？说大家都玩游戏的时候，你怎么直接把我砍了一血了是吧？我们是不可能是开桃园，但我们也不会出杀，留两闪一杀就可以了。杀。继续看南蛮，应该是不难，应该是看不出什么身份，不好看。波的一号是个非位，是非常明确的一个
那先分了，哎呦，离线了。好吧，刚说完你是飞飞，就是离线，怀托跟满城，这么强大的武将，你离线啊，是吧？哎呦，这如果雄起起来，如果群雄的话，真的非常强势啊，非常强势。草皮也是保持摆设不住啊，没见过这么好的牌啊，直接把直接来个行丧，里面有一个儿脏跟分享箱，还有这么固阵，哎呦，这六张牌啊，不要贪恋这些牌啊。这牌未必能搞出什么事来啊，因为你紧急特别不亮剑的话还是比较的危险啊。嗯，有时候你这个你不选二张的时候吧，他们就是哗哗的扔牌是吧，你如果选二张的话他们就不扔牌了，不扔牌，这就是很蛋疼啊。嗯，虽然这个徐晃的话左空空右空空拆一下距离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虽然这反正亮出来之后它是比较脆皮是吧，随便控一下，反正你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，先控一下你。就把教主逼上是吧，教主表示打我是吧，这曹操都没敢打过我是吧，你这以下犯上啊，见长辈还敢逼我啊，决斗啊，教主摇头晃脑就等别人来杀他，乐不思蜀最难受啊，决斗一下这个曹丕，直接给翻了一下的教主，这翻教主是没任何意义啊，你还不如翻一号呢是吧，反正曹丕是被乐了。我们当时选择亮将，因为这个看到这个六号有点像六号，当时选择借一下刀，现在看一下这个草皮有点像群雄，我觉得因为其他国家不会这么着急啊，你群雄跟草皮打就打了，不管我们的事，我当时直接选择一个亮将，这个铁冰凉寸断，选择砍一下直接控一下他，直接一下给他一个一号一个中，开当万箭齐发，没有选择放，没有选择放，毕竟我们不知道他是这个教主劈谁是吧？看我的厉害！啊，孙尚香，孙尚香他爹出来了啊，他爹是孙坚啊，僵尸孙悟空啊，大师兄出来了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看他嘴一看见大师兄就表示把持不住啊，把持不住。孙悟空有什么？人家司马懿，国家司马懿。哎，不要看国家司马懿多强大。国家三百一有什么强大之处？他也没有用牌能力，就是没有个出双杀啥之类的，还不如吴国能打洗牌呢，是吧？是那个狮子，那个狮子，看他自己是有八卦之类的，想回滴血啊？没有，好吧，没有。前天看那个网上一个视频啊，就是苍井空跟孙悟空有什么特，哎呦，鲁大师哇，鲁派一个招牌坏了，感觉这不像抢劫一样，真的像抢劫一样，这教主本来转一堆牌是吧，直接给换走了，不过我们有我们奶他奶一个元宵奶鲁肃的话，这鲁肃是不会差这么过早的跪啊。哎呦，这徐晃挺忙啊，兄弟。本来想砍一刀，因为就叫做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人挡杀神，我挡杀佛。哎呦，吕布出来没有任何的保留啊，直接这时候直接开干啊，这照着吴国就往死里干啊。身体要紧。紧一下，先给这个回滴血是吧？啊，孙坚没有掉血，弃牌的话还能固阵。借刀杀人。借刀砍一下司马懿行吧，我觉得话应该借一下这个曹丕刀去砍一下暗将啊，这样的话第一是好修好一个曹丕的装备啊，第二是能断他粮是吧，再一个是压制暗将，但是在玩的时候这个吴国的话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这用一排也是显得有些局促啊，有些局促不安。哦，这孙坚说孙坚和我说你有必要那么冲动吗？当时因为这个主角是我打的，这是我打的，只要打得好就是我打的。我觉得他向群，所以控了一下他，这没有任何的错误，绝对没有任何错误。结果白号就亮出一个甘夫人，也没这更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两代神棍，基本上是奈何不了我们。让他摸，你来嘛是吧？是吧？刘备，反正刘备的媳妇儿啊，管也不要管。孙坚给了一个英魂吧。哎呦，手牌不给力啊，兄弟不给力啊，不给力。哎呦，我的孙坚，哎呦，这手牌挺不错啊，手牌挺不错，给他一张杀。我们手里还是有杀的啊，孙坚的副将也不是谁，可能是僵尸猴。
嗯，决斗一下我们反无邪。那啥吧，说你这叫人砍了这么多不好意思是吧？看我的厉害！拆我们一个白怪，结果弄来两条，你这没办法是吧？我们表示很无奈，是吧？很无奈，你这太慷慨了，太慷慨了。司马懿为了回抵雪线也是丧心病狂啊，丧心病狂。甘夫人现在的状态还，应该是选择，应该我觉得他应该放权更好一些，因为在如果放权给教主的话，教主可以进行一个一杀一刀是吧？台词拼点双号牌，消耗他们的手牌。不要忘记这个蜀国跟魏国的话，他的手牌消耗能力还是比较弱的。翻一下就曹丕、司马懿跟郭嘉，继续杀，继续杀。还有桃子吗？你们？没有桃子，桃子被吴国都抢走了。从燕国一手里还有桃子，一起盘。留一张装备吧，留个无六剑，还能给吴国增加一点距离，是吧？吾王文宝，欲当如是。给桃子，不用给他，他手里有口酒，这时候没必要给他啊。酒，先低调一些啊，不要太炫富啊，太炫富没什么好处。先移代劳一下，没办法，只能把一个无六剑顶掉，是吧？无中生有，过河拆桥，拆他兵，先把他的兵拆掉，无中生有，也方便我们进行固阵，是吧？桃园结义，回滴血，哎呀，这小感觉舒服啊，又回血，再砍一刀他，再砍一刀他爹，是吧？再砍一下他爹。哎呦，僵尸猴，你们这还用玩吗？说这不用玩是吧？这其他国家表示。兄弟，你这不按套路出牌啊？你这怎么玩嘛？这，一大师一个鲁肃都打不死是吧？直接就是，逆转的节奏上。哎呦，这甘夫人也打输出了，小胖子打输出了。来来来，顺手。见面分一半，分一半。哎呦，这洗牌的司马懿哭了，表示你耍流氓是吧？这硬性牌是吧？只有我欺负别人，没人欺负我，你们这耍流氓是吧？这不好玩啊！给一个装备，给装备就挂上呗，是吧？直接给一个，我选择给一个泰勒斯，因为觉得泰勒斯有行动能力啊，有行动能力，我觉得没有给自己挂上，其实给自己挂上也行。当时也贪恋了几张牌啊，也没有选择留决斗，因为那个嘲讽确实不在我们身上，在泰勒斯身上，给他留一个决斗。哎呦，这牌啊，这太凶残了啊，太凶残了！周泰的话就不用给他，不用管他，他有什么牌都可以给他，反正他就是不死啊，短期又做不掉他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刘小胖子，这国家表示放权我，人家小胖子放权你干什么呢？你又不能没有行动能力是吧？还不如给吕布，人家吕布的两张杀你能挡得住吗？拿去来来来，见面分一半啊，分一半。鲁肃继续缓，然后也贴反无懈的啊。哎呀，决斗不该扔的啊，决斗不该扔的，应该留张决斗。过拆桥，拆下的距离。我当要替天行道。你拼点。如果手牌这么充盈的话，鲁大师换牌也是比较蛋疼。我当杀佛。哎呦，三关两关没有任何的事啊，没有任何事。请恕老臣直言。看我的厉害。管粮装备过也行了，不要打输出了。阴魂一刀扔一个简易版吧。这时候留五六剑还可以给吴国增加一个距离啊。不过虽然说现在的距离对于吴国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处是吧，但是还是要给，要留一个距离。杀。这时候其他国家开始那种这种怎么说呢，算是一种无力的挣扎。司马懿国家就是没和一个一砍一刀啊，再就是你打他之后他进行一个卖血。但我玩他的话就被他玩死了，他们现在只有希望就是砍教主一刀是吧，有机会砍教主一刀之后教主进行一个闪电还能打击一下这个吴国。一起牌，你看这啊，是吧？不按套路出牌啊，不按套路出牌，双杀。如果鲁肃现在有牌的话，应该是能把刘禅带走。我等杀佛，没办法，桃子多啊，这也不好意思，牌太多了，不好意思。先把他闪电拆掉，解锁连环。无中生有。他好，我也好。这现在就是不惜一切的呀，先把小胖带走啊，不要，有桃子没办法了，先冰一下这个教主，我不能开啊。不
诛此贼三途，把马扔掉，不要了，无死不瞑目，反正他们都有距离是吧。哎呦，给他南蛮吧，刘璋想叫做，反正是死，所以江之猴现在反正是死不了，死不了之后给他什么牌都 无所谓啊。你看这牌有杀有闪有装备啊，有还有没有逃的，两杀两闪两逃的，你说这怎么玩是吧。虽然有装备火攻一下，你看没有任何意义吧。其实我们现在是最怕的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怕被乐，被乐之后没无懈之后，嗯，这波断了之后我算是将遭受掉强大的一个重创。平压点双杀，看能不能带走压低，主要是带不走要压低他们血线啊，消耗他们手里的桃子。还有他牌，那国家表示我还摸牌的能力还是有的是吧，虽然被一回一换是吧，但摸牌能力还是挺不错。谁能挡我，继续砍继续砍，我们先结印，先结印，先结印，无中生有，挂石头先结印一下，把一张两啊，对，先结印之后再砍一下这个，砍吧，砍吕布吧，他说不要犹豫了。看我的厉害，雷杀闪，以我之真气何乃天之造化，双神棍唯一的特点就是能改个闪电，能改个八卦之类的。你接着砍他的话，他反倒也是没有任何的脾气是吧。看看桃园一代劳一下，先把手牌清一下清一下，我没有选择把连弩扔掉，这时候连弩可以留一留啊。桃园结义，反正我们知道回合结束了，这时候把牌给去，把装备弃掉，没有任何的意义是吧。你无魂不，还不如叫孙坚来阴魂是吧，我多摸一张牌呢。这时候就把那个小胖子带走，这国家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啊！纵然你有这个魏国第一绝代双骄组合，但是吴国团队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啊，绝对是可以从气势上各方面的进行一个对你进行一个碾压啊！八张牌，什么牌都有啊，什么牌都有啊，万箭齐发，没事，挡不住了，挡住了。杀！砍一刀，砍完你，你再来连弩，再砍一刀，我也不怕你是吧？非常感谢，反正好像什么呀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这是一盘非常漂亮的一场吴国团战，吴国团战就是这么精神抖擞啊！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也大家希望有好的国战视频可以发给我，当然不只是视频哦，不只是国战视频哦。好的，哎呦，好累呀，好累呀，一期做三期视频。